炎夏，炎夏，炎夏，炎夏！炎夏，你醒了。丁总，样衣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既然都已经完成了，为什么还没到？我们这边都已经好了，就等你了。蔡宁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这边已经在路上了。炎夏呢？炎夏，炎夏他说他店里出了点事儿，回消时光年了。炎夏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送杨一了。嗯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已经准备发出去了。文秀出事了，彭宇家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他出了车祸，明天不能参加时装秀。他是国际超模，想要临时请到这种级别的很困难，最重要的是尺寸。咱们的时装都是按照他的身材来量身定做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现在只能临时换别的了。哎，你的家属或朋友呢？他因为有事先走了。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你现在呀，需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详细检查？以你现在的情况啊，需要做进一步的缜密检查。具体情况，等联系你的家属再说。喂。啊，喂，炎夏，我们这出了点事情，一会儿消失光年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医生，啊，我还有事情没忙完，能不能等我忙完再来做检查？那你尽快吧。超模彭宇佳受伤了，不能出场，所以我们的主打款根本无法展示。如果同时间去找同级别的模特的话，时间又不够，所以我就想。林珊，由你来展示这次的主打款吧。你作为戏目的设计师，由你展示再适合不过了。我怎么能担此重任啊？我从来没走过时装秀啊！不行。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。首席设计师来展示主打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啊？林夏，那从现在开始赶制，明早7点前能完工吗？应该没问题。样衣其他部分不用改，单改尺寸的话应该没问题。这里呢，就是戏目的整个发布会的现场。
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现在很激动很兴奋，开始望眼欲穿了吗？要知道，一款你们见到的一套独特又大牌的衣服，都可以在琪琪宝贝的个人官方网站上看到它的整个制作流程，是整个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过程哦。好了，马上发布会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整个舞台上，等着我们的模特们闪亮登场吧。今天我很感谢来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信牧不只是一个品牌，这里还包括了所有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的努力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朋友，他就是信牧的特邀设计师炎夏。你的检查结果一周后就能出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